小子，过几天呢，我要去云南一趟呀。云南，不是这个。去云南看看我外公外婆。那去云南之前呢，准备送你个礼物，你往这里看。哇！小子，这是什么？超级飞侠！金小子、乐迪、酷飞、霸壮。小子，这个超级飞侠呢，在我们童年的时候，好像我没有看过呀，你看过吗？看过。那小伙伴们看过超级飞侠的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看过。小子，你最喜欢超级飞侠里面哪两个角色呀？乐迪和金小子。那把这个两个拿下来，咱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怎么个事儿。来，小子，咱们在玩这个超级飞侠之前呢，先猜两包烤包吧。等一会儿，如果我猜出满星多呢，我就先玩；如果等一下是你猜出满星多呢，那你就先玩。哇，第一包废卡，第二包看一下，还是废卡。我小子中了一张 SSR 折奥特曼配塔冲击，那你先玩吧，小子你先玩吧。我小子玩的这个金小子，打开，拿出来，用力把它拔出来。那超级飞侠的玩具呢，它是可以变形的，现在这样子呢是它的机器人模式，小子把它变成载具模式吧。好，先把这里收进去，把手两边收进去，然后向后翻，然后把腿前面这个护甲旋转一下，然后双腿给它合拢，然后往后掰收拢，然后把两边这个飞机翅膀掰平，最后呢再把它三个轮子放下来，就变形完成了。接着我来玩这个乐迪吧，先把它给拉出来。哇，乐迪呢好像听我小侄子说是超级飞侠里面的主角呀，那现在这个样子呢也是它的机器人模式呀，咱们现在帮它变成载具模式吧。先把它手给它收进去，然后按进去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然后腿给它收拢抬上去，嘿，压进去，然后呢轮子要给它弄出来。好了，变形完成啦。那小子，你不是看过超级飞侠吗？那里面的台词你可以说一句吗？乐迪准备升空。诶，我这个就是乐迪啊，升空。这个超级飞侠的玩具呢感觉也挺不错的，那有小伙伴玩过的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评论哟。那我这里呢还有两个，咱们就下次再玩了。小子，今天这两个金小子和乐迪你就拿回家去吧。好。